那也太漂亮了。哎，我操！这树木帮我拍一张，快点快快！快，这树木帮我拍一张。前面看到吗？是前沿斗坎啊。师母在哪儿呢？它是火山熔岩呢，在流淌的时候呢，掀起熔岩，啊，表面的一层流淌的冲起熔岩。在这面还是照镜子？在这一面边。来吧，冰爽柠檬，把它拍一张吧，在上面拍。就是看不清。上风处。再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啊？你说这个吗？对啊。OK。是啊，有啊。他们这边的特色就是会装这个防滑，他们都会装这个做防滑。嗯。耶。快拍。哇，我操！